啊，是的，菲利普对刘金超，对，19岁的年轻小将。菲利普是今天这个级别当中参加比赛的选手里头，肌肉最漂亮的一位。体型啊，整体体型非常的匀称。是的。 刘金超在体型上其实体重没有差太多，但是体型上感觉小一圈啊。是，不能说感觉，实际真的是小一圈。低扫。哦呦，注意顶膝。连续的击腹，刘金超腹部可能有反应了。顶膝。要注意啊。 这个对腹部的防守，包括这种距离的掌控，要注意了。哎，注意！刚刚有一个侧面对着对手，哎呦，前手的平勾。刚刚有一个侧面对着对手啊，就有点像当年美丽死神，曾经有一次比赛一个中国散打系的选手，就这样一个结果。 对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侧面或者背面给到对手。对，顶膝，哎呦，现在刘金超有点危险了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要先转出来。哎呦，啊，这样的话，裁判应该按。哦，又是在同一个位置，同一个边角。这两实力还是……场边教练好像是。 场面教练给了一个放了毛巾了提示，对，嗯，对，从第一次啊，就是菲利普，你看，就这种状态，这种最危险了，对，就在中近距离，你在这里就跟一个牧人桩一样，是的，对手完全可以，我用眼睛用手去丈量完全最舒服的距离跟角度，当年美丽死神击倒白敬斌，就是这样。 结果白敬斌做了一个动作之后啊，完全侧面面对对手，对，其实，在之前白敬斌打的也非常不错，其实不错的，嗯，对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定，蓝方选手在第一回合1分46秒 TKO 获胜 ，and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one by TKO。 有请颁奖嘉宾。